小孩是爸妈的宝，一旦发烧更是担心的七上八下。但是到底该不该吃退烧药，到底要不要送医院，这些都是新手爸妈的疑问。然后持续做压胸。节目中为您邀请到在照顾新生儿领域有15年以上经验的赵露露医师，将告诉您最佳的退烧方式，还有三个幼儿的妈咪玉嘉玲分享照顾小孩发烧的经验。志为人医守护爱，带您了解发烧的真相，掌握退烧的诀窍。